是想到痛若将能写轻率的对待，如果我偏离神音声自我，渴望求主宽恕，如不信的语言又伤体痛，难忘不仁难于关心慰问，无视困苦成为半个石块，渴望求主宽恕。沉迷还暖无情，太多贪图世间舒适快活，从未去坚持实践主付托，渴望求主宽恕，求天父光照让我心看见每段深藏却疏忽的恶念，求主我心同行护荫导引，每日练习看顾